最爱的陈医师说一句很甜的话。有啦，这有标准答案了。你只要说我爱你就好了。义无反顾抱一下。粉丝见面会一瞬间变放闪大会，在大家面前，民众党主席柯文哲看来有些拍碎，但私下似乎有不同一面。至于我要问的，我想他已经回答我了，我就放在心里，以后陆续在脸书中跟各位分享。拜托你不要写了。选后陈佩琪频发文替老公抱不平，还有大批粉丝给鼓励，终于柯文哲选后举办小草见面会，当面和粉丝表达感谢。其实酸甜苦辣了，在这个地方当然第一件要表达谢谢了，你知道哪一个部分我们可以做得更好？理性务实科学哦，什么叫理性，你知道我们要够理性的了解说很多人民是不理性的。支持者多半高学历，是柯文哲败选检讨内容之一，或许也包含蓝白和闹剧。这场选战中间最大的障碍其实是那场大家都觉得很离谱的叫做蓝白和，对不对？整整耽误了我们的选战步调大概两个月左右。接下来要不受蓝绿拘束，走自己的路，党内能否齐心？小鸡先抛问题，因为现在柯文哲就拿民进党幕僚和自己的比。本来要一分前一分后，但是我们都是物超所值。团队虽然不是最完美，但同样信念不会变，也包含粉丝酒后只为见柯文哲一面，千人挺柯盛会不断出现，是否让柯文哲觉得被针对？现在有人说听说，这典型的认知作战呢、啊。说的是基隆一名小六生传出在选前1月10号曾出现在柯文哲基隆的造势晚会，被认为是小草，没想到警方调查后才发现学童只是路过看热闹。败选后柯的下一步还是众所瞩目。TV 新闻黄佩宇台北采访报道。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